我是被选中的。咋被动了？黑他，别怕。差一点点，好可惜。你看，这就是意识的结局。如果你跟我一样都能闪现 A 的一下，他就死了。我主要是被套虚弱了。可是我 A 得到他，他闪现走了。然后你直接跟闪。我再闪现 A 他是。肯定啊。嗯。就我被虚弱了 ，A 的三炮了 ，A 不死了。A 的别怕 ，A 的。注意危险！敌方永恩失踪。卡牌，本来我没大，不是没闪。都已经来晚了，说了半天呢。把线推了，把线推了，把线推了，露露。蓝亮就是推过来，就一张牌连 Q 的蓝都没有。我想回家买装备再出来，结果我一看你们打起来了，不来要死了。我都喊你呢，你直接飞过来就行了。他没闪避死的。为什么我喊你？因为我看到你那个位置，然后你是正好能飞过来能杀的呗。他没闪，只要定他一下他就死了。得来我废了，还得再杀一次，零杠二的就彻底废了。这现在还有一半荣耀值。我靠，这个夹子怎么夹到这个情侣呢？你下次别让啊！刚才我差点都死了。上头妈妈看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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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能杀哪个杀哪个嗯嘿，他这就是真的废了。我代表和平和正义和我在路上。劣势还翻译。你给自己看死了。刚才姐姐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卡特丁是前期英雄，不是后期英雄。你别去把自己看死了。
开着开着开着没闪，他死了，他死夹到了。这个稍微烂一下，你顶住。这虚弱很烦，套的又套的我虚弱，又没出出地似的，只能往后拉。这我卡特丁应该会过了。可以打可以打，你往后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我没有打不许。能杀不？能走不？卡丁要起飞了，不过问题应该不大。有个核心，二勺左右。我看见下了，找他去。我在路上。能打姐姐，别卖我，这不得走了，卡牌得走得走了，卡丁要来。你把红吃了，我在路上，请求集合。我在路上，我大招还有五秒。好了，大招。卡丁真脆啊，这卡丁。逮着卡塔丁了，这卡丁在使劲的发育。走走走走，你走吧。哎，你先来死。
我以为我走不了，要替你挡一下，让你走。打得真疼啊！我一会儿再做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再做个水银鞋，把鞋子换水银鞋，再做个智慧默认。我已经做了水银鞋了。好吓人！我出了水银鞋也打我，还是这么痛。往下走，我在路上。我后面没有人呀。哦，都死了。盲僧活着呀。后面打。想着盲僧不会玩，他盲僧存他妈250。来拿增益。我带线了，你们别死了。脚底下有个红色的圈子，不回吗？他们确定让一个盲僧能守得住我吗？
仨人都守不住我，好不好？他在后面。Rampage.